好，在这片地方，被染上荧光，难过去的多，越会记清楚。你玩乐队嘅咧，就喺香港都生存都好辛苦，但系 Beyond 能够有今日，全部都系多谢你哋。多谢你哋，唔可以净系讲声多谢嘅，所以为你哋写一首歌，总有爱送俾你哋。千般不顾暖流，从未关心的说话。深深感激一切，我一生记心中，在急风扑面以来，迷失中找到你，我的心不需惊怕，有你伴我身边。时光总飞逝，未能停留，容许多给你爱。醒你，我覺得就唔係喎，即係我覺得其實林振強見得幾好嘅歌詞，即係唔係話佢唔係空口講白話咯，即係有根有據咯，同埋不嬲成日歌都冇指名道姓嘅咯，係啊，冇指名道姓咯，我覺得有啲硬係點解咁多人走出嚟影嘅啫，做咩咧？自己敏感啫，我哋講 international 嘅樂壇現象都可能有啲咁嘅情況出現㗎啦，係咪先？係啊，同埋我哋唔會為咗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個人。咁少嘅嘢去寫一隻歌為佢，我覺得憤怒同坦白係有一段距離嘅，所以你言之有物，我覺得，即係你講啲嘢係真係有個真實性咯，唔係自己無病呻吟喺度發脾氣，喺度鬧人咁樣。以前點對我啊？即係點即係點錫我啊？同埋點樣教我做嘢啊？嗰啲方法啦、啊，即係嗰啲態度咯，即係嗰個感覺咯。歡笑像留下缺陷，個個可否知道我的心？
向嘅方法有个 main 即系主要嘅吉他个 pattern 啦，咁跟住又系加啲内脏啊、皮啊、骨啊、肉咁加上嚟，变成一首咁嘅歌。吓，最原先嘅 riff 系点啊？最原先系。即係這個感覺就是個 main riff、啊、但這首歌呢其實呢 bassline 我覺得很突出的、嗯、即是襯托整首歌呢、那個氣勢很重要的 bassline 又怎樣誕生出來的、其實是差不多 bass on 破過吉他 riff 的，那我們即起的時候你說是中間即是剛才他的段的時候、嗯、其實差一樣的差不多的其實我記得呢隻歌咧，我哋起嗰陣時咧，起咗呢個 riff 咧，就即刻連隨寫埋 chorus 噶啦。嗰陣時係乜上下中間都未有嘅，就係起咗呢一段先嘅。咁跟住先再慢慢寫埋其他啲嘅。冇錯。因為我哋想嘗試咧，就個 bass 同吉他成個底咧。啊、甚至乎 melody 都同一個升曬嘅，升曬同一個節奏，費事分開啦，唔、嗯、分開佢咁樣，就好似每一粒音都實啃啃咁打，隨灰正同一個位咁樣，係啦，嚇唔想分得太多嘢咁樣。其實我們有個新嘗試，就是我們的煙草了。煙草我們聽到那些咔咔咔的敲擊聲的，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歌呢就即在未作這個煙草之前呢，就這樣重重重重就比較平鋪直敍一點。不過開水煙草的時候，我想一些比較古怪一點的東西呢，就我們做了一個 sampling 的 loop 在這裡。這個、這個、呢是我們自己呢就在錄音室自己錄出來的，自己 loop 出嚟嘅 ，loop 出嚟嘅，自己撳撳下撳咗。咁但係個 basic pattern 咧，我打俾你聽，你講咯。我就用即係用呢一個咁嘅節奏去做一個咁嘅 loop 啦，就係、是、做個 intro， 跟住其他樂器入去。咁、但係呢、這個我即係好奇怪呢、這個 pattern 咧，我有啲敲擊手啊咩咧，就覺得好難 catch 到呢個感覺。點解？我試過，你話少人啫，唔係，係佢一個啫，係嘛？你唔好話曬全部啊！有好幾個都覺得即係跟唔到啊！我麻煩覺得係個 loop， 所以我哋覺得呢個 loop 咧係好 beyond 嘅 loop 啦，嚇。唔係，我覺得幾好啊、那個 loop。同埋咧，其實我發覺成首歌咧，雖然係由頭到尾咧都係整咗啦，即係好重型咧，即係每一下都係好重嗰只。咁但係佢啱去到即係 music break 嘅時候咧，就啱另一樣嘢嚟嘅喎。係啊，我敲住係唔拉好，係咯，我中意嗰段琴係完全唔拉更我同成隻歌咧。我但係反而覺得，咦得意喎只歌，將兩嘢看似擺唔埋一齊，我偏偏要擺埋一齊俾你睇咁樣。我哋中意做呢樣嘢，即係中意做一啲出其不意少少嘅嘢，會好玩啲咯。即係玩音樂嘅唔想太過估計得到啊。即係如果可以估計得到嘅音樂咧，好似悶咗少少咯。人自危动